他的回来是绑水，绑水就叫做为了下次换水准备。来，阿姐，海水自动贩卖机怎么操作呢？打开，瞬间放上去 ，stand by， 320公升投入，十块，二十块，三十块，叫做海水自动贩卖机。啊，有的是习惯天然海水用海水手哦，海水素我有用过，还是习惯用天然海水，两种都可以啊，以你的方便为主。开始嘘嘘了，伊这开关伫遮，正常是你这么要开的瞬间开开较容易用啊，但是我都是习惯直接这样投币。有哪把大咧吼？行哦，行的说行，好，20公升满档，拖出来。盖上，旋转，木马，第二炮 stand by， 张开嘴巴放上，开始进行投币，一、二、三，看他站你啊！水桶嘴巴张开之后，这先打下来啊！这个养鱼海水有这个，还有啥？投币式加水站还不错，但是北部可能比较少了，所以大部分你来的公寓的起海水都是用海水手啊子。好，盖上，好，加满油了 ，OK， 谢谢收看。